怎么这么不开心啊？这任务失败了，我们要不然赶紧回上海，想想别的办法吧。既然都来了，就在这多待一会儿吧，着急回去干什么？可是，现在郭师傅这边已经没办法了，我们得想别的办法呀。办法总会有的，啊，别丧气。你看，摩托艇，那边还有滑翔伞，你都没玩过吧？等有时间，我带你好好的在这玩一玩，好不好？但是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，我要带你去吃三亚最好吃的一家餐厅，让你感受一下三亚最好的厨师做的饭是多么的好吃，好不好？我们真的没心情。哎呀，小柔，打起点精神来，啊！相信我，没问题的。走，走，过来。来来来来来，你太久不回来看我了，我都快忙死了，我哪有时间来看你？你看你现在怎么胖成这样？这餐都是你开的？干饭店的哪有不胖的呀？哎，小赵，嗯，我专门给你剥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别这么闷闷不乐的啊。嗯。哎，这厨师都是外请的，大部分是我。可以啊，你还有这时间啊？那当然，我做的菜跟别人不一样。这当地的食材果然还是用当地的烹饪方法比较好哎。这种海鲜本来海腥味就比较重，但是加入了香茅和青柠叶之后，味道完全不一样了。哦，对了，咱们江浙一带的淡水鱼都是用咸肉来蒸的，对吧？如果加入了这个香茅叶，味道肯定不一样。阿发，嗯，你们这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香料？能不能麻烦你列个单子给我呀？啊，行，我回头让人给列个单。太好了，谢谢。哎，小人再吃点，你尝尝这个鱼。啊，不简单啊。跟你描述不一样啊！啊，怎么不一样了？怎么不一样了？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哎，说这事儿。啊，好。是不是单子？还真被我猜对了。你看，魏阳，他是厨师啊。哎，你上午见他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他有点不一样？不一样。我见他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。在我跟他握手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虎口的位置和食指的这个位置有非常厚的茧。你想想，什么职业的人，这个两个地方会有很厚的茧？只有经常用手紧握工具的人，虎口才会有茧。比如说，厨师。我就是这么想的。一开始我不确定。但是我想想，那天咱们吃的那碗阳春面，味道那么的好吃，根本不是一般的厨师爱好者可以做得出来的。所以我就一直让阿发再帮我们打听，三亚有没有一个年轻的厨师叫郭毅。真的很难找，找了一个上午，一个朋友提醒我了一个人，叫杰克·库克。我让他把照片发过来一看，果然就是你们要找的人。高手啊，绝对的高手。提郭毅阳在三亚没人知道，但是提起这个杰克·库克。现在是三亚整个餐饮界的风靡人物，真的。法国蓝带学院毕业，今年只有23岁，但是已经做到了法国巴黎一家星级米其林餐厅的主厨。这次回来本来是处理父亲的后事，刚好这里威斯汀酒店的老板和他是老相识，请他去帮厨一个月。这一个月，威斯汀酒店天天满客，而且哥们长得又帅，这帮小迷妹一是为了吃，二是为了看，天天堵在人家酒店门口。但是听说他这人有点古怪，有点高冷。天生的厨师又经过系统的培训，年轻气盛，是个人才。你说是不是他家里人不想让他当厨师，所以他才偷偷的出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然后还给自己换了个名字，就像某些人一样。是不是觉得这样特别爷吗？少自以为是啦。啊，对了，你什么时候能带我们去吃一下他做的饭呢？是啊，天天排队，怎么帮你约呀？你肯定有办法的，帮你约好了，明天晚上。我就知道什么事交给你肯定没问题啊！来，啊，小瑞。嗯，你尝这个鱼。嗯。